不知不觉天赐五迎来收官，这期可以说是周周出爆曲。今天就带你回顾本季天赐的五大神级舞台，你心中的 TOP1 是哪首呢？第一首虚拟，声歌227亿的嗓子一开口，使天赐第一期开播就大爆。你是我未曾拥有无法捕捉的亲昵，我却有你的吻，你的吻，你的心载着我飞啊飞啊飞，越过了意义。第二首命运，烈到极致的对唱映空了无数听众。我属于你的注定，首在加纳共和国离婚，张碧晨和杨坤的顶级演绎使这首网络歌曲直接飙到排行榜第一。第四首不如回家喝自来水，笙哥的怒音一出，全网的猫猫头都被摇晕。阳光啊多明媚，而我在哪里对，怎么可能你真的会来手。若月亮没来，老旧的 rap 字字戳心，让无数漂泊在外的打工人哽咽。枕头被狠狠地揪着，他的泪正流着，不知今年过了，明年是走还是留呢？朦胧月色掠过泪痕，他的面庞青涩，悠悠晚风吹过窗外，山茶花就开了。